嘟嘟，你又想要玩我的 Switch 对不对？你看你刚刚已经弄乱了。嗨，大家好，我是蓝白老师。好，今天的话呢，我是想要说，那个就是大家都会很好奇，我的收藏。然后呢，今天第一个收藏品呢，我想要分享大家比较好奇的就是我的 Switch 到底有多少片？我的 Switch 我家中的收藏。好，那我先来先给大家看一下我电视机旁边的电视机旁边有一些 Switch 片，看一下。好，这是在我电视机旁边的有点乱哦。好，这里你看这里有，这是这边的话放在这边是因为是我近期会玩的，这个是新买的就是其实我本来就有 PS4 版的，但是呢，因为这个尼尔游戏真的还蛮适合手上玩的就是掌上型玩的，所以我也买这个也是。哦，这魔兵惊天录现在又叫 Uli Beta 一也是我 PS4 版，然后也是最近买的这个 Switch 版。然后呢，这个是尼尔送的这个片他送了一个算是什么小礼品吧 ，OK。然后呢，还有什么？这个这是我最喜欢的啾啾，我最喜欢的啾啾终于出了，终于出在 Switch 上了当然是一定要买的这一定的50名角色共聚一堂。玩得好开心，好爽。好，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如果有玩过那个这个风花雪月就是那个什么圣火降魔录的人就会知道就是非常好玩的战棋类游戏而且又有养成元素。然后他出了这个我很喜欢的这个无双的感觉我也是蛮不错的，就支持了那的确也是不负守望，非常好玩啊，这是我近期比较会玩的游戏。好，再来到我的房间，很乱跟我的人一样，看起来乱七八糟。好，这里，这里的话则是我的 Switch 放置的地方那大致来讲就是这些你不要小看这样小小的两排，我等一下整理出来给大家看现在整理出来大概就会有快要应该有80片左右吧。好，翻开。大概看一看，总共呢就是大概这样子。好 ，OK， 其实呢，应该照理来说，本来应该更多的，但是呢，有一些我卖掉卖二手片或者是也有送人送学生之类的当然要表现特别好的，然后所以说呢，最后总结下来的话，到底有几片呢？好，我们再看一下好，第一排是一。第一排是1234567890十的话那就好算了，1234567然后呢，六排六排那就是60片，12345678对60，然后再来是这边616263，好，虽然呢好像有减少一些可是呢事实上那个什么。事实上那个我买那个数位版的其实也不少，所以如果数位版加起来的话应该有100出头左右吧我们来看一下我的数位好，这一台呢就是我这个新版的 OLED 好 OK， 然后呢有一些是像这个就是一个这个两个好，有一些是下载就不算三个四个还有哪些是这五个六七然后八然后九十哇随便就十个十一这种的有些是免费的我就先不算然后 S2 13哪一个13个14 15这不算15个事实上它还是有一些是我念后关系所以我没有放上去我念一下算一下看是15个事实上呢事实上应该比要更多相当更多其实少30个至少那有些他说今天在下载的今天在下载的这个好这个游戏这个我们要给大家看然后这个也是16然后17不算不算18 19这不算20好那个21然后22 23 24这里算是免费的25 26 27 28 2930好，所以由此可知我在2018年中的时候开始入坑 Switch 到现在，我算是还蛮疯狂的还蛮粉丝向的，就是喜欢这个游戏的这个媒介。而且呢，我还因为他买了很多壳，因为我不止我是其实我有买4台 Switch。
然后呢，我给你们看，等一下给你们看一下哦。第一台的话呢是我已经换掉了哦，换成这个。第一台的话呢，现在哈、哦、把我被我放在这边哈、哦，电视的旁的后面哈、哦。这一台的话就是是原本的版本已经卖掉，然后换成续航版哈、哦，就是原本续航版的。然后呢，为什么没旁边没有那个旁边的两侧的那个 Joy-Con 呢？因为他拿来让我玩这个哦，那个健身环啊、哦，还有健身环在后面这里。健身环，健身环的东西，我就把它拿来玩健身环，所以就基本上就固定放在这边。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我也很喜欢 light， 那我 light， 然后再来呢，这是我的床边，我床边的话基本上固定一个 light， 然后旁边也会留一点点壳，可以顺便换壳，等一下也会给大家看我壳的收藏，还蛮多的。然后 light 呢，这边不只是一台，我这个其实是我的，算是第二台。算第二台了，第三台，第一台的时候是被风吹走了，是真的。然后呢，然后再来的话，上面其实还有一台，这个被我拿来看时间，因为它的这个左边这个钮哈坏掉了哈，坏掉原因其实是我个人的问题啊，我自己把它那个就是那个装那个要想要装这个蘑菇头的时候，装那个蘑菇套的时候，结果哈太用力了，然后还有加那个胶，然后就胶跑进去里面了。所以现在变成看时间，夜晚看时间，然后这边有一台、哦、然后再加上刚刚的这一台、哦、这个是新买的，所以说加起来总共有四台。那其实基本上那个做那个健身环那一台是就我是给我女朋友、哦、是凯凯的，那剩下三台算是我自己在使用这样子。接下来的话呢，我来稍微看一下我的周边，我有点久没看了，就是我这一箱基本上都是我的那个壳、哦、我说过我是一个壳的爱好者。光是这边就露出来了，这边还有个健身环带在后面，好，这个找到了哈。好，你们看，这个壳呢，它是两个的，两个装在一起的哈。那这个的话是可以打开来装片。那主要是因为我喜欢这个它可以盖起来哈，就会让自己的那个形比较不会卡到蘑菇头啊什么的。所以这两个是我自己装起来的。然后在这个虽然看起来有点旧了，不过它很好处是，你看它这边按钮的话会变很好按。那这都是用在 Switch Lite 上面的。那我自己本身如果说是这个这个 Switch 本身这种大的，我也是有夹扣，我会加这个壳。基本上我是一个壳控。那这个话很棒，是它有变形器可以拆解，而且它新的这个不会影响到它这个打开，那它不会影响到打开，还蛮好用的。然后还有好多啊，这个的话也可以装四片。这个是买二手 Lite， 就刚刚绿色那台是他送的，二手的时候送的。然后还有这种的哈，刚刚旁边有看到这个装起来蛮好的哈，它很坚固，很坚固。那这我买两个颜色，一个是黄色，一个是黑色。那这个的话比较简单一点，其实也是可以装四片的，但是我比较不常用，我觉得这个手感还好，没有到很喜欢。还很多、啊，然后这个的话呢也是可以装起来的哈，这种是比较比较阳春一点，可是呢拿起来它有个好处，就是它边也是可以立起来，虽然也是比较阳春的，就这样。然后这个的话也还不错，这个我有两个，另外是黄色，好像在里面吧。然后它的话这边握感会比较大，它这边比较大，握起来蛮舒服的哈，但是这都有点旧了。然后这个的话呢，它的手感它比较立起来，有没有立立的，一粒一粒的。那它也有个好处，它可以这样打开，那就可以支架架起来。哇，这个的话我也是有两个，一个黑色，一个黄色吧。你看它这个话就会把它变大，它把它变大出来就可以握起来。如果打那种无双游戏啊或者格斗游戏还蛮好用。然后这个是萨尔达版的壳啦，我待会把后面那个拿掉，它原本也是有个盖套，我就把它拿掉了。但是其实比较变形型，它比较轻，然后也是可以全程保护的，所以还可以还不错。好，这是我刚刚说的，我还有个黄色的哈、哦。我还记得我好多有送人呢。好，差不多哈、哦，这差不多就是我的壳的部分。然后近期的话，我还买了这个防护套哦，这个的话蛮可爱的哈，我用了一组哦，所以还有一组哦，这蛮可爱的哦。好，还蛮多可以分享的啦啊。那我今天是没有特别的整理啊哈。哇，光是摊开来，你看，光是摊开来看，哇，这么多壳啊，满满的都是壳，全身上下都是壳，你家才是壳。哦、而且刚刚 还不包含我那个床边刚刚还有两三个壳，对。好，在最后呢，我的片子难道都放在这里面吗？我难道都放在这里面？没有哦，我都把它整理在，几乎都整理在这里，我几乎都整理在这里。哦，这个的话是，可以装24片装。好，放在这边给大家看。好、哦，这个我把它归类的都是我还没玩完的单人游戏。哦，就是等于说还没有破关的单人游戏。哦，我会放在这个。然后再下一个这个黑色的壳的呢，这些则是已经破关的游戏哈，已经破关的游戏我会把它归在这里 ，OK。然后再第三个呢，这个的话呢，则是多人游戏哦，就是可以多人同乐游戏哈，不限有没有破关哦，只要是多人可以同乐游戏，我就放在这里。好，好，哎，好。然后另外呢，还有，嘿，这里，嘿，好，这个小壳子，噔噔，打开哦，这些是随身携带用的。哦，这些是我随比较平常，可能如果外出的时候，我就会放在这里。啊、哦，这是六片装的，然后这是四片装的。哦，我就会有一些，我就把它放在这里。哦，就以便说突然间要出门的时候，我就可以携带的。
好，今天的大致分享就到这里啊、哦。那你自己又喜欢什么呢？那如果说你有什么疑问或者说是想要分享给我的，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了、哦、哈。那欢迎订阅、点阅啊、点阅、订阅、订阅、分享、点赞。好，谢谢大家。我刚才还想说，为什么巫师没有在里面？原来还漏掉了这两片。原来如此，精装版的忘记漏出来了。当然，巫师还有跟这个斩乱神乐新款。对，那这样的话，我实体片算是70片。